4个礼拜前，我从相同的位置一站上舞台就闯大祸。今天我决定从哪里跌倒，就要从哪里站起来。报告主席，今天我绝对不会再讲任何一个英文单字。你们相信祝福吗？我叫李若男，6年前曾经触犯了可怕的禁忌。为了拍摄，破鬼特工队的阿东阿元不在了，我的女儿朵朵也不在我的身边。我不是一个好妈妈，但是我真的想要把她接回来。最近真的发生了太多奇怪的。不行，我不能再讲下去了，再讲下去还没有看过电影的观众就要被我破梗了。爆雷了，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拿到了2个奖项，好样的。不知道我会不会有机会拿到最佳女主角奖。不行，我佛秀一。不要想，不要想，不要想，不要想。是他们告诉我说谢盈萱是今天晚上的主持，我总是看不见她。难怪你今天穿的那么少。这是他首次入金马。一诺，你想阿公吗？当然想啊，他是我的最爱啊。那我再让你看看他好不好？真的？哪里？亮着太遥远的彩虹。哎呦，是哦，我要唱歌喽。可能来自小胡同的他看不懂。总有人被感动，不拘你的演员，不管有没有观众，傻傻弄。